这几天啊，我悟出了一个道理。我终于知道 Minecraft 这款游戏为什么会这么的红。大家听我讲完之后，一定非常认同我这个想法。请大家回想一下小时候，每个人都可以玩着积木，盖着自己心目中最漂亮的房子，但是长大了之后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盖房子，每个人要为了生活，为了家庭，为了赚钱，为了养家活口，而逼不得已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。但是在 Minecraft 里面，可以成为任何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。你可以在游戏里面尽情的建筑，你可以在游戏里面创造出你最喜欢的东西。Minecraft 成了一个无限的可能。你可以在游戏里面当个勇闯世界的冒险者，你可以当一个伟大的建筑师，你也可以当一个研究电路，创造出一些不可思议机关的科学家，在 Minecraft 什么都成为可能。所以，这就是 Minecraft 为什么会红的原因。Minecraft 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世界，等着大家去冒险。快拜，Minecraft 神！